PVC 塑料颗粒使用一米直径的旋振筛过滤六十目筛网，电机夹角角度调整到八十度，筛分比重小于一的塑料颗粒效果非常好。物料在筛面上做漩涡运动，小于筛网力度的物料快速透过筛网，大于筛网孔径的物料留在上层筛框中，分级效果非常明显。